这个是我们的第三路，然后在乐窝露营区新竹峨眉。那现在已经晚了，我们6:30到的，现在已经8:30，然后准备已经煮好东西了，准备要吃晚餐。我们煮泡面，先简单吃。对啊，简单吃。我们是这次是租这个有棚区。有棚区，因为怕下雨，可是好像没有下雨。对。然后也是简单的摆放，临时区域嘛。然后工具杂物区啊。然后床。大概是这样。秀璇。耶！好啦，那就明天早上再录。白天的样子。早、啊，这里是乐窝露营区。好，我们昨天晚上野冲，然后早上啊，乐窝露营区，大概是长这样，就是一个正方形的空间，然后大家都在中间活动。啊，那我们等一下要吃早餐啊，要自己煮早餐来吃。我们这次位置很棒，刚好是在最边边。啊，等一下要吃早餐啦、啊！现在要去营本部、很多人啊。好像被蚊子了。哎、欸，慧颖有啊，爸爸，你有带吗？就这个啊。啊？有啊，爸爸有带。带什么？投接球的那一种。啊，有。营本部。那在这里。他们是酋长帐篷。营本部喝咖啡，哎，妈妈我来一杯。是可以进去了。哎，低消哦，请脱鞋。你要问他领券是来这边领就好了。
多取胜，你知道吗？稍微在用的时候啊，稍微拿斜斜的，啊，这样转一下就好。嘿，啊，平常拿下来。你把它完成这样，谁要跟你换？等一下，今天时间少。这怎么用啊？你把它弄出来，放按住，按住，然后挥挥挥。我先过了。小泡泡，它会用大泡泡。再沾一点点，它就会用大泡泡。你来试试。大泡泡，大泡泡，按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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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挥一下就好了。你看，没有，没有，你看他没挥。爸爸，你快撞到他了！坠机了吧？他会需要一点空间，又空。哇，他怎么都破了？你很逊欸，还是要把它截断。没有，你要慢慢，太快了。慢慢的，稍微太快了吧，我觉得。对不对？这样就有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秀秀，我厉害吧？那是我教你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怎么都飞进去了？我们中午在乐窝里面的咖啡屋吃东西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炸物拼盘，有薯条，然后松饼、冰淇淋，没错，重哎，这也是地瓜做的，地瓜的，对呀、啊，因为中午懒得煮，然后他这边又有工时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在这边吃，还不错，还不错呀，嗯，好啦，那开动啦，开动。你拿好，拿好，你拿好，来，走，放下去啊，放下去。来，闪多一点点。那上面的东西，借我一下好不好？粉要再撒一下，先没有，先不要用，你要先把压扁，用手掌心。不够太黏的话，再撒一下会。今天用力往下面往外推，麻烦推到底再拿起来，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。推到底哦，啊、推到底。我们今天要吃十寸的披萨哦。等一下会粘到东西。方向要，你可以拿起来。四个方向都要哦。你就放着就好了。你可以这样子圆圈圈转，圆圈圈转，我跟你讲，转圈。啊，小小力，小小力就好了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等一下。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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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。香，那你先放下，放着，等一下给你放。看起来就好好吃哦。哇，这食材好像看起来就很好吃哦。还有香肠、热狗、火腿、玉米、花椰菜、凤梨跟小番茄，然后这是起司。你要分散摆好了。你这样吃到你每一块才会有那个那一样的料啊，每一块都要有这些东西，
行不行啊？耶、yeah, ！我们刚刚去手做披萨，然后做好了，成品看一下，就长这样子。是璇璇做的哦，厉害哦！好啦，那我们要开吃啦！好，晚上到了，吃饭时间。好，晚上再烤肉，烤肉。现在吃热窝的早餐，这样不用自己煮。是啊，早餐是这样子，超棒的，荷包蛋、面包、水果、生菜，你看一下，沙拉，就先这样了。好啦，拜拜。